好，各位大家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各位长官一起来研究一下简报视觉化。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资讯暴涨的时代，其实我们要把很多拿到的资料视觉化，然后让我们可以跟别人产生及时的互动，来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智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重点。我其实是在这几年呐、一直在希望说推动资料视觉化，像例如说我们做大数据分析，还有像现在这个简报的一个视觉化，还有像办公室的自动化。也就是说，如果而后您的工作要大量用到复制贴上、复制贴上，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想一想，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然后如何去把它做成视觉化。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以前我都给各位电子邮件，后来发现哦，给 LINE 跟 WeChat 的 ID 方便大家来可以跟我联系，所以这是我的 LINE ID，还有我的WeChat 的 ID。好，那我之前是在巨匠电脑公司总公司专任讲师，所以我就帮他教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我的第一个服务的对象就是总统府，有当年就是 SARS 期间找不到老师，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案子又不能结束，又不能停，好，所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总统府？好，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我就跟巨匠合作，然后到了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我也写了四五十本的电脑书籍，我就想要再提升自我，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攻读我的学位，现在是生物医学资讯所的博士候选人。好，虽然离博士这一个门还有可能是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可能要走很长一段路。好，那我也把一些我的电脑应用的方法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去找一些我的名字，然后简报视觉化，你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寻，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相关的影片介绍。好，那我今天就着重在这个视觉化部分来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当我们今天从拿到就是可能你要被做这个简报之前，其实它会有一个 Word 文件来支持，也就是说，长官他这时候他可能会希望说你帮他来完成一份简报。那简报总要有内容，这个内容他就说，我这边已经有一份 Word 文件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 Word 文件各位可以稍微观看一下。好，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Word 文件里面，当然它已经编排好了，有目录，然后有所谓的这个表目录、图目录，然后接下来有这些内容，那他就说，那这就是我要做简报，然后简报要去跟别人开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份 Word 简报了？Word 文件了？那请问一下，接下来，例如说他要把它做成简报，他可能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好，例如说他要做这一张，如何领取纸本证书？三倍券，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复制，然后赶快打开这个简报，然后接下来就贴到这边，贴上，对不起。好，然后接下来我就先选了这个文字的内容，好，复制它，复制，啊，我想这应该没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就打开我的简报，
然后接下来我就贴在这个地方贴上，然后接下来我就赶快再去 Word 这边如何预定及领取啊，这边有这个方式复制它，然后接下来到这边贴上，然后再接下来回到 Word 这边，然后又再去把这个二直接领取，直接领取啊，复制，然后接下来到简报这边贴上。而且这个时候通常你的主管可能会在旁边盯着你做，因为他等一下十分钟他就要去做简报了，对不对？那光你这样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可能就已经花了十分钟，所以你最后产生出来的简报就是文字型的简报。好，那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如果说您的 Word 文件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正确有例如说目录，然后有文字的内容，好，如果是已经是正式的一个文件，这个时候 Word 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传送到 PowerPoint， 点一下，你大概再等个7秒到10秒，你刚刚那个动作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就做完了。我们现在来去再稍微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要做的什么如何领取纸本振兴三倍券，然后这里是不是有预定及领取，然后有直接领取，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要跟他拿到的是一份正确的 Word 文件，也就是有设好了什么标题次标题，那如果说是图片跟内文字它其实是不会传送到 PowerPoint。 好了，当然我们这一件事情是各位要了解的，如果我的 Word 文件我有多少个标题呢，我有31个标题一，那么在简报这边我们就会形成31页，到这边31页，也就是一个标题一它就会变成一个页，那这一页里面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文字哦来去视觉化，然后不要给别人从头到尾都在看文字。还有请你稍微知道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简报以前我们常常做，或者是说你跟假设你今天你是一个就是说整合的单位，你跟别人要简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别人给你的简报都是这些文字，如果你把它视觉化了，你把它变成图解式简报了，结果就有几张都是文字的简报，这样子的内容其实会格格不入。我今天呢就是希望说要把这个简报应用的技巧，视觉化的技巧，让你们快速的学会。那我们今天画这些简报也不是随便画的，你要知道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重点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一个简报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我才要把它视觉化。如果它不是重点，你为什么要去视觉化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在短短三个小时，也就是大概到11:50左右的时候，我们来去看有没有把这个简报华丽转身。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哦，这一份简报，你要想一件事情，我现在我要去做简报啦，这个才叫真正要开始要做视觉化简报的一个开始，刚刚那只需要花个十秒，好，就做完了。接下来那怎么做？我又不是学美工的，我也不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又要配色，还有我也不是念资讯的，可是这个时候主管又只给我十分钟，那怎么办？好，这个时候我要请各位稍微先学一件事情，我们常用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模板，例如说当我点选
这个档案底下的新增，然后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板，它就是希望说你可以用这些模板来帮助我们制作简报。举例来说好了，我点选这个高中简报，好，点下去，然后点选建立，这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简报这样看起来，它不是都是以文字为主？你有没有觉得这份简报的一个讲的样子跟这份简报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都是字，一个呢有加了一些图片。那至少你会比较喜欢看这一份简报，胜过于刚刚那都是文字的简报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简报，这些简报它的最大的特色，它就是把一些像这张用统计图表来去呈现，它根本就不呈现文字了。然后接下来像这一张也是，还有像用表格来去呈现，甚至他用了漂亮的背景来去呈现。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基本上这些简报，我觉得都不是那么的适合。而且这些简报给我感觉它有点就是说以美国的立场来去视野这些简报，在视觉这些简报。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我给各位推荐一个网站，就是这个网站呢，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简报，你可以自己去挑，因为等一下我就是要用这些简报的模板，不过这个简报模板是大陆的，好，可不可以使用呢？好，我们就来去使用。先去搜寻，首先这个简报，其实当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要去善用 Google 引擎来去帮助我们找一些工具，这个时候我想你应该会用 Google 搜寻引擎，例如说我们就输入什么简报模板，各位大概要知道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模板。那请问模板，有些模板是要钱的，了不起我们行政院要做出自己的简报风格，我们就花个几千块找人来去设计模板。好，但是我现在因为为了上课方便，所以我先找免费 Enter。 其实你可以用这几个简单的字，你就可以搜寻到在这个地方它就有像风模板的介绍。好，风模板的介绍。好，所以我还是想说就直接介绍这个风模板，然后我下载一两套模板来告诉各位怎么使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风模板，在这边天天风模板 PPT 模板下载，你看这里有非常多种的样式，有哪些样式呢？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动态，有商业，有自我介绍，专题报告，你就可以自己去挑了。好，他们的设计会比较像我们就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模板。好，首先例如说我点商业简报，然后接下来我就挑一个，因为上次介绍过这一个简报，那我现在我就挑第二页好了。你看这边有很多页，总共七页，一页大概有十几个，所以光是商业模板就有七八十种。好，例如说我点第二页，我下载这一个简报，下载这，因为我比较喜欢，毕竟公家机关我们做的简报我们要专业胜过于华丽。好，所以我觉得它这边配色，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用红配绿，它是用蓝配橙，就是黄色跟蓝色其实它是用对比色。好，
我觉得这个配色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点这个剪报。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像，这就是一张投影片是适合做标题。然后如果说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OK,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用这一种，然后它把项目也可以拆分成不同的模板，不同的样式呈现，甚至用图片。好，那这些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我就想选用这一个模板。这个时候怎么下载，就点选这边这个商业咨询 PPT 下载。然后接下来再拉到下面。在下面这个地方。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好，稍微拉下来一点点，这边有一个下载地址一，请点它，然后它就去下载了。好，下载好这个简报，下载好这个简报之后会放在哪里？我现在开给各位看，打开这个资料夹，打开左下角这个资料夹。然后在下载里面就可以找到刚刚下载的这一个简报，这个简报应该叫做简约。好，我就直接输入简约两个字，好，把它解压缩，解压缩。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简约的这个简报，这个简报它，我们快速点两下打开来，你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简体字。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全部都改成繁体中文。好，选到这些简报内容，然后校阅简转繁。好，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这样是不是就有模板了？我就有一个简报的样式。你可能到时候人事室他拿了一个模板，主计室他也拿了一个模板，对不对？好，下节课我就是要教你，你不能给别人感觉好，我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处室，这样了解吗？这个样板的整合也很重要。所以下节课我再去讲，可以了解哦。真的，整合单位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是一定要跟各位来去分享。好，不过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别人做的这种简报，它已经不是以文字为主了，它是以视觉化为主。所以我们呢，我只要拿过来去应用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现在来观看一下。我已经下载好了，就是三个模板。好，那我们现在我就先关掉这个简报咯。回到刚刚这一份，就是假设我的主管他要去做这个振兴三倍券问与答这一个简报。好，那这个我就先关掉了，这个用不到，所以我也先关掉。好，所以我现在用得到的是这一个简报。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简报应该要有一个封面，要有一个封面。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再去花时间来去想我的构图，我就直接用别人的简报封面，这样可以了解哦。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用的是重复使用，这边常用底下新增投影片。然后新增投影片稍微注意一下，
新针头影片不是在插入，而是在常用底下。最上面有一个重复使用投影片，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透过浏览的方式浏览找档案，例如说我的范例。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我的刚刚就是说我已经整理好了一个简洁大方的简报。然后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你在使用别人的投影片，建议是要把它的格式保留。所以这个保留来源格式很重要。接下来我是不是就点一下这张投影片的第一页，因为我要做标题嘛，所以点选它。好了，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希望说要把这个标题换掉？举例来说好了，我们的标题叫做振兴三倍券，所以这个名称当中就要换成振兴三倍券。好，我想这应该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内容应该是要放行政院的网址。好，那当然我们就可以上网来去找一下行政院。各位，你们应该知道行政院 ，EY 啊。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网址选择性，我就直接贴上文字。好，那晚一点我再去做调整。请问一下，这个图片是不是要换掉？对吧？我觉得换成行政院的图片。好，那行政院图片怎么找？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插入的方式，插入图片。当然你可以直接找这个线上图片。例如说在这边我就直接稍微注意一下，这叫并嘛。好，所以输入行政院。logo 可以吗？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一张图片？找到这一张图片，插入。那当然，这张图片我可以稍微检查一下，我只要右边这个字，没有按好。可以哦，然后接下来这个原则上我们可以用取代的方式，也可以就直接放进去。好，例如说我就把这个图片删掉，然后把行政院放过来，然后稍微你可以用 Ctrl Shift 这两个键往正中心缩小到那个圆圈圈之内。好，或者是把它摆到里面去那种感觉。那当然在接下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要去放你的姓名。好，例如说这边我就放我的姓名，就是你的主管报告者他的姓名。好，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像在这里面这张标题我是不是就已经做完了？做完你可能这一张你把它变成日后每一个简报的第一页都有可能。所以你可能再看一看，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应该把什么网址啊这个字太小了，你再去调整。这样可以了解哦。那为了时间限制，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做的，我就不做。可是我只保留原本的精神。原本它这边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简报内容，没有任何的标题，
对不对？好，因为你从 Word 过来，你没有标题，这样也不好看，所以我就先做了一张标题，而且以后假设我要去做那个防疫宣导，对不对？那只是换标题而已，还有换那个报告者，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介绍这个观念了。就是简报视觉化它的意义。首先，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刚开始应该是自己动手做，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请问一下哦，我们的标题已经知道就是振兴三倍券，好，那请问一下哦，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我要去视觉化，好，振兴三倍券，一千变三千，就这十个字，对不对？然后我们放了一张，就是因为我们要视觉化嘛，所以我们就会放图片，所以你会找谁来代言？当然是我们的院长，对吧？这都是很合逻辑的，很合逻辑的。可是，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把重点凸显出来？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们咯，请问一下，振兴三倍券一千变三千，还有院长，对吧？你现在看到是这样子，你觉得重点是什么？你觉得这一张投影片的重点是什么？啊？三千，对吧？三千。我跟你讲，我以前22岁以前，不对，应该说40岁以前，我真的都不晓得为什么要去想这个重点。请问一下，你希望把重要的资讯告诉长官，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讲说，好，那个例如说去菜市场买了多少，你应该直接把我总共花了多少钱，然后讲出来。重点是这里面的重点是三千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件事哦，真的，例如说我到了，我40岁之后，我就想说啊，不行，我一定要提升自己，而且你要知道，你现在竞争的对手不是别人了，是自己。好，就算说我今天把那个竞争对手放在那些同侪学生同学，请问一下，我竞争得过他们吗？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要去问，我就问谁？我的指导教授，我就问他说，老师，我觉得你很优秀，所以我才会每天这样子从桃园、台北来回通车去找你。那我就问他说，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要看论文嘛？我们要怎么看论文啊？他说看重点，他告诉我看重点。好，那我就说，我以前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我要很认真很努力去看论文，所以我就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看，看到最后一个字。可是通常看了第一段，再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就已经忘了第一段在讲什么，有听懂吗？那他就说，不要这样子从头到尾看，只看重点。那我就说，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很重要。他说怎么会呢？他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你要先思考你要做什么。然后在这篇论文里面，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要你做的那件事。好，所以我现在我就要问你们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简报，但是你觉得这一张简报的重点是什么？好，三千，为什么？我要知道那个为什么，不然你做出来的简报一定跟我就是知道重点那个人做出来的简报是不一样的，可以了解吗？所以如果好的主管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这句话的重点
是三千，这样了解吗？剩下就是他的工作了，剩下就是做简报那个人的工作，这样了解哦。真正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只有你的主管，他知道重点是什么 ，mark 起来，接下来就是做简报的人，他就很轻松了，做出符合老板要的简报，符合报告者要的简报。好了，既然是三千，所以我就要华丽转身，我就要改成这样子，好不好？对，我还没有讲为什么是三千哦，真的，所有的中文字，因为我们是中文简报，所以里面凡是你看到的数字、名词、人名、英文都是重点，可以了解哦。好，你看这里面是不是看到三、一千、三千这三个数字？哎，那请问你，三比较重要，还是一千比较重要，还是三千比较重要？当然是三千，可以了解吗？你要记住一件事哦，我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可是他要问对的人，否则，根本就是问不到正确的答案。好了，三千，所以我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五乘四，然后五百乘四，两百乘五，变成三千，这样子好不好？不好。对，我们是不是在有一个文字叙述里面会讲说，五百元我们会有四张，然后两百元会有五张，你信不信有人？九九乘法表用到最后，不管三八二十一还是三七二十四，有听懂吗？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不用，不是国歌，小时候我们都会唱。现在你可不可以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用它，真的就会忘记。所以不要做这件事，最好是做成这个样子，可以吗？而且。你要让别人很容易的看到这个三千，而且有没有感觉多这件事？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我们只是要方便让别人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我现在我就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跟你讲解，我就要做这一章，所以它的下一章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振兴三倍券，一千变三千，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方式，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新增投影片。新增投影片，然后接下来这个内容应该把它变成就是通通什么都不要有好了。然后呢，我们当然就是先放最单纯的，像这边有一个文字艺术师，然后放振兴三倍券。然后一千变三千，然后接下来呢，把它放在上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去把这一个一千变三千的一个视觉化呈现？怎么呈现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插入一千元。好，那插入一千元。可能在这个地方大家想就我就要去找一千元这个图片，所以用插入底下的这个线上图片。线上图片假设我现在输入一千元。
然后你去看一下哦，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这个1000元，点它然后插入，放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就要放一个变，变的话那就是转变，所以我插入一个符号在这里，箭头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最好是把它做成一个立体，所以在这格式这边我们可以选这种立体的样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去放三倍券，好，插入线上图片，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三倍券。那你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Bing， 这是微软公司的三倍券，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什么找不到三倍券。我之所以会讲这一段，是要告诉你，在 Bing 里面找不到，不见得没有，你要去 Google 里面找。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找一下，打开 Chrome 浏览器。然后我们就直接输入什么，先到 Google 搜寻引擎，然后输入三倍券的图片。好了，上一期我们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一个学长，他有跟我讲，我觉得他有提醒我资讯安全的事情，我绝对也要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我用三倍券这个图片，我相信行政院不会来去对我提出一个索费或者是提告这件事，这样可以了解哦。我用的是什么？行政院所提供的图片。那可是假设我今天我用凤飞飞的图片，凤飞飞女士的图片，我用邓丽君小姐的图片，请问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先有一个授权的动作，对不对？所以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图片，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工具，我现在我搜寻出来的图片，请你看，第一个一定是我要的那个图片，三倍券。那我们现在如果用工具底下这边使用权，针对使用权来去做搜寻，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稍微知道，到底这五个不同的使用限制是在说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不限使用权，这根本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什么叫不限使用权？是他根本就还来不及去设定，或者他根本没有去设定他的 CC 是什么，可以了解吗？是没有设限，是他没有去设定他的 CC 是要什么。所谓 CC 就是创用，他创造我使用的规范，我们叫做 CC。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没有设定，这个是什么？允许可以再利用且可修改，有看到这一个啊、哦？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所以请问你商业上可不可以用？可以，商业上可以用，这边叫做标示为允许再利用。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边都是商业可以使用，可是这边有没有标示为允许非商业性用途？非商业性用途这边它就会刻意标出来。好，那不同的权限它就会，例如说好了，我现在换成什么？允许再利用，允许为再利用，这就是刚刚那个三倍券就不见了，因为它没有设任何的限制。这样可以了解吗？我只是要告诉你，你如果拿它来去做在商业上的使用，这些图片都可以，因为它已经标示了，随便你去使用，商业上也可以。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看标示为允许以非商业性质，你看是不是也看到这个，因为商业上都可以用了，那这边
它就必须要额外再定义非商业性也要可以使用。这边图片会有受到影响，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今天我这个三倍券呢，我用的是不限使用权，是因为行政院释出这个图片的时候，它没有设它可以在商业上可不可以使用，它没有设 CC， 没有设 CC。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苏院长，好，的图片。那我现在呢，我是不是要点它？请注意，图片的下载在这个地方下载，不要在这个地方下载。这是缩图，所以请用右键，右键对这张比较大的图片，你稍微看一下，它是宽805×702，所以我们另存图片。好，通常图片会放在什么？自己本机图片，图片资料夹底下，所以我就不再去下载了。回到这边，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去把刚刚的图片插入进来，在图片里面找到三倍券，找到本机图片三倍券，好，插入。然后接下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图片的大小，重点是你要给别人感觉是要很多张，是要不要让他去做什么复杂的什么运算，算出来才是3000。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它复制贴上。这边请问，请问这一张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200还是500？上面我要放500还是200？下面我要放200还是500？这不用猜，这要用尝试就要知道，不可以颠倒放，可以了解哦。好，接下来复制贴上，贴上，贴上，不可以随便乱贴哦。如果五张你要自行负责哦，这不是我们行政院的政策，可以了解哦。好，我就把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例如说搬到指定位置，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当然你可以一张一张这样子放，好，然后我加个边框，加个边框，然后接下来我就做个对齐，水平均分，这样就变成这样子排列出来了，这样这样可以了解哦。好，这个简单的应用我也只会讲一次啦，那个接下来这个是200要五张，所以复制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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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五张，然后把它搬到右边，这边很容易去找到这个切齐的位置，因为现在这个 PowerPoint 哦，它已经把一些线位置锁起来，就是提供出来，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来去对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件事情，1000变3000这件事，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吗？你要思考，你要思考，如果纯粹放文字，这样不太好。好了，如果你真的真的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行政院的一个政策，我们一定要放，一定要放苏院长的图片，那我会建议你就放在这个地方，我等一下再到别的地方来去应用。好了，我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我先讲这件事好了。例如说我希望这边我要放苏院长的图片，苏院长的图片，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放？好，我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通常放图片最好都做去背，除非它刚好就是长方形。好，例如说我挑一个，
我挑一个范例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好了。好，我现在我想要把就是院长的一个图片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让别人更加清楚了解哦，这是我们行政院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去放这件事情？首先，当然就会先下载图片，下载图片。好，那苏院长的图片呢？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网络上面去找到，所以我就直接打开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院长的名讳。好，那找一张。因为，找一些什么，就是，这张不太好看，我要找一张比较适合的。好，例如说这一张好了啦，这一张图片。不是很大，这一张好，大一点吧。好，这张图片是1666，好，然后我想要把它直接做去背，所以我先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他没有把图片加 CC。好，这个习惯。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这张图片的 CC，你就直接点这张图片，然后它在图片的下方应该就有所谓的描述它的 CC。像这一张的话，这一张它就没有去描述它的 CC，就是创用的规则。好，不过，我先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另存图片。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存成四，主增仓四。五，因为四在这边，五，我只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去背这件事情，1秒就可以做完。怎么样？1秒做完去背。好，以后你有很多很多的图片，你可能也可以用这一个方式。好，我已经把它下载下来，叫苏贞昌5.jpg 这个图片了。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请到这个网址 remove 点 bg。remove 点 bg，remove 就是去背，去除，然后 bg 就是 background，然后接下来它的这个网站呢，这个网站如果你不喜欢看这个简体字，那你就点这个中文版的，因为现在都已经变成那个就是响应式网站，它语言它就直接使用，它可以很快速的把，例如说，英文变成繁体中文或者是简体中文，然后这边有看到这个上传图片，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点，就只要点这个上传图片。请问图片是不是在我刚下载的图片里面？所以我就选图片里面的这张五，苏贞昌5.jpg 这个档案，直接点开启。稍微等1秒钟，它就去好背了。
可以了解吗？好，所有的哦，我屡试不爽，而且你这边可能还需要稍微修改一点，修改，这边可以编辑，我不想要再花时间来去讲这些东西，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还可以再编辑它，再做修改，我换一张好了，我换一张。好，上传图片，例如说。这张图片，有没有看到？这边都还保留着，可是这个人的后面这边就全部都清掉了。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哦？好，这一个网站呢，你学会了以后，你就不用再去用什么 Photoshop、Photo Impact，也不用 PowerPoint 里面。它也有移除背景，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工具，它都要请你选，对不对？这个网站它就只帮忙做一件事，人像的去背，人像，所以请听懂哦，你大部分要去背就是人了。好，其他我们都是用图示化，好，所以点选下载，点选下载好了之后，这张图片就会在我们的那个下载里告诉各位，在这里下载这刚刚这张图片。好，我先把它放到我指定的位置，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图解释简报，然后贴上。好，我现在呢，我的简报这边我就去做插入图片。插入图片，插入我刚刚的这张图片。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有看到吗？好，它是被去掉的。好，所以这我就提供给你们参考。我们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设计。好了，那接下来这样子一个，就是说从无到有的设计会很花时间，但是如果你做久了，你就会发现，你一定要先清楚的呈现，就是资讯重点。所以我们先来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开始讲起。例如，等一下，让我稍微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就讲这一张投影片了。这张投影片里面，它是不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对不对？好，这是标题。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描绘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内容，我们来去看。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我说先看数字、英文字或者是人名，这都是重点嘛？所以你会看到有三。有7月15、12月31、3、7月1号、7月15、12月31，有看到吗？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看连中文这边也告诉我时候，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去画时间，这样理解哦。记住第一件事情，建议是主管来做。就是请先把重点标出来，我真的不骗你们，你看久了之后找重点，主管只需要花10秒钟就做完了，那画图画简报的这个人他就可以很快的，而且真的就做出来符合主管要的东西，否则的话那个主管没有交代清楚，可能哦，大家做出来的东西有人会做，认为是
纸本或数位三倍券，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就是说这边三倍券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三倍券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它真的重点就是在讲时候。所以我们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日期，三个，因为7月15重叠了嘛，好， 12月31号重叠了，这边有五个日期，分别是很重要的，7月1号、7月15号以及12月31号，我们要把它画出来。所以首先我们当然要去挑模板，你看一下这里面哪一张比较合适。哦，对不起，那个模板那张图，难怪我一直找不到。就是，假设我现在范例，我先给你们看一下使用简报。好，我们来去看一下哦。那你觉得这一张适不适合？这一张适不适合？这一张适不适合？应该都不适合。好，接下来就是挑模板的时候了，挑我要用哪一张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种分类。我们再把这个简报大方好呈现出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像这种项目的呈现方式其实是可以的。好，那像这个有一刚开始讲什么就1234，好，这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那可是我觉得更适合的应该是这一个。这个简报。好，我们来用这一个好了。首先我先浏览档案，然后来去找我刚刚这个简报范例。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呈现会比较适合。有看到吗？好，先把它 delete 掉，然后点选这一个。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哦，这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然后可以用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呈现。这边是7月1号是开始绑定，然后7月1号在这边我们就输入7月1号。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就是一个预购的概念，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还有7月15号开始消费开始使用。所以在这个地方直接领取使用。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到什么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12月31号消费累计截止，所以我们用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原本的文字内容是长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调整变成这样子一个图示的方式。好，最好是这个使用期间，然后把它就放在这个地方，可以吗？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7月15号开始一直可以用到12月31号。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文字的描述变成图示化，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已经把这一个文字变成它，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给 delete 掉了？再来，我们现在来去介绍一下这个振兴三倍券可以用在哪里？振兴三倍券可以用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是可以用，然后这边是有什么使用限制，就是不可以用。所以这边不要同时又放了可以用，同时放不可以用。建议就是说，一张投影片里面放一个观念，这是我建议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习惯，反正就是我就是要放很多资讯在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主管的报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可能一张投影片会放两个资讯，我也可以接受了，但不要再多了。你越多的资讯，一张投影片就想要把它陈述出来，只有一招，就是文字化，而不是图解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这张投影片呢，我先复制。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复制贴上这一张投影片，我只要讲哪里可以用。那这张投影片呢，就是要讲使用限制，就是哪里不可以用。好，那不能使用的范围，好，等一下我们再去看。首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简报。稍微等我一下，我还有一个范例。好，我稍微修正一下，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地方，好吧，我们通常哦，这是自己设计的，可是我建议哦，是用别人的模板，我只要复制贴上就好了。首先你看我这边浏览档案，我去找这个简报，你去看一下哦，这个简报里面我觉得比较适合陈述，用时间来去陈述的并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个，因为它中间有一条线。好，那接下来我就用它第20页，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这个保留格式的第20页，然后我现在哦来去调整，这个是7月1号，你就直接把它换成7月1号，把这个字放大。好，然后接下来这是7月15号，那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放12月31号，因为这才15天差距，所以是这个地方适合放12月31号。那请问这中间要放什么？什么都不要放，干脆就删掉。那接下来呢，这个是叫做预购。这个叫做开始使用。然后消费截止。好，那这中间也许你可以放消费中，
消费中，好，或不要放置好了，这个不要放置。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所以选到这些，然后把字有没有稍微变大变粗，然后这个字，我们是不是要稍微把它变大？好，往上移动到适当的位置，那这个预购稍微就要往下调了。最好是把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线条设粗一点。线条的外框我们设成，例如说绿色，然后外框宽度设6 PT， 甚至更多一点，更多。好，那重点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消费券的一个开始到结束，我们自己画跟使用别人模板去做出来的会有差别。为什么？差别在什么地方？你时间在很短的时候，我刚刚只是用复制贴上改变字型大小，我不用去考虑什么方位、位置，还有什么那个，我应该对于像例如说这个名称，因为文字已经被我删掉了，叫做使用期限。好，我只是要强调讲一下，就是说你不用再去考虑到那个美不美这件事，你只要做复制贴上就好了。你用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招是很快的。因为如果你都是要从没有创造变成有，我要告诉各位，你会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做出来，请问你觉得这样子跟这样子，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看，还有比较快？因为我们重点要强调是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个简报视觉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再来观看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振兴三倍券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建议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文字简单化，因为都是中文字。所以请问一下，这边全国实体店面皆可用，对不对？所以全国店面可以吗？就是最好只留2到4个字。菜市场，市场买菜可以吗？好，所以菜市场，还有夜市。但是你在消费前还是要问一下，请问你收不收振兴券，对不对？好，然后逛街、旅游、住宿。那接下来，我虽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简报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标题字呈现，但是不好看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华丽转身，做什么呢？做这个。觉得哪一个项目会比较适合？好，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先给各位看那个大一点的图。首先你看一下哦，这个好吧？而且刚好五项，刚好，因为下一章我就要讲，那不刚好五项怎么办？有听懂哦？好，真的最多的还是项目，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最多就是项目，所以项目这边你多找几个模板来去使用。当然，请问这个人我是不是要换掉，换成苏院长的图像，我觉得比较适合。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用第四章来去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点选它，请问一下哦，请问这都是中文字吗？
振兴先辈券可以用在哪里？这些地方，请问你觉得重点是哪？重点是什么？哪里？对吧？下面不是在一直在讲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吗？可以哦，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用第四章。所以这边有看到全国店家，好，复制，然后贴到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改字的大小，市场。夜市。逛街。旅游住宿。好，那当然这几个字我是不是都应该把它稍微变大一点，因为真的简报的重点，简报重点我可以接受，就是字，可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个整体的搭配，从这个地方变到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还不错？那这个添加标题，添加标题我们就要放哪里？好，把它放大一点，或者是把那个，我只要放一个字就好，可以吗？这根本就不用放标题了，就是消费券我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接下来这张图片我想要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换图片，最好换图片，而且那个会完整的相容，怎么放会比较好。选到这张图片，然后这里用填满的方式，绘图工具格式，图案填满，然后接下来请选图片，然后从档案，刚刚我是不是下载了苏院长的图片，对不对？苏院长的图片，可以了解吗？它是不是就整个的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了？可以了解哦，这是你不破坏原本它的一个排版所创造出来的。好，那看你要不要加个什么白线，白框，然后把这个框稍微设粗一点。好，随便你啦，看你要不要去做这样子的调整。可是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这一章在表达的重点是这个嘛？哪里？有没有全部的都放进来到这里了？好，所以这一章我们是不是就要删掉？可是不可能那么刚刚好有都是五项，我现在刻意要挑一个不能使用在哪里。好，这个时候呢，1、2、3、4、5、6，不要每一个都是用这一种。好，都用同一种会让别人感觉视觉疲劳，好像黔驴技穷，就只有一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换别种，这个项目符号最多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别招可以使用。像这个也不错啊，对不对？可是六张你就要选择那个六个不同的图片，好，来去让别人一看就可以看懂。
这一章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去说明不可以使用，不可以使用。好，他就说这边不能用，这边不能用。好，反正就是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就用第19章这一章好了。好，第19章，用这个。那如果要用这一章的话，如果要用这一章，我建议先把这个内容就全部都删掉，因为我想要告诉你，我们这里面 PowerPoint 也有，它刚刚是不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一个圆圈？那我们当然要去加第四个圆圈、第五个圆圈，所以这个时候。我教你这一招。首先，我们把这个文字，把这个文字，我只是为了方便我的讲解，所以我稍微把它放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字都，太多的那个字了？我只要保留重要的字，举例来说，缴纳公用事业水费电费，那我觉得就是水。电费可以吗？水费、电费，干脆就变水电费。然后缴纳金融机构或实际从事什么授信。好，所以我建议这边我就直接删掉，变成信用卡账款，就不可以用在信用卡账款，最好是用大家可以看得懂的。好，那。请问一下，你真的把那个字一字不漏念给你的主管听？请问你的主管也记不住吧？不要用疲劳轰炸的方式，然后再尤其是他要一直很专心听你讲，那你就一直在讲这种流水账，这样就不好了。好，那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要讲这样的话，那就请你图示化，不要做成流水账。好，那购买或投资股票，好，那我就我觉得我只留那个大家最容易懂的，就是不可以买股票就对了。好，其他我就 delete 掉。然后缴纳罚金，然后买烟，可以吗？就不可以买烟。然后不得作为抵押扣担保品强制执行。好，那我只留强制执行。记住哦，简报里面没有标，没有那个句号。简报里面是不能放句号的。然后真的里面，就算你要放字的话，建议只要放21个字。以内，不是以上，好，最好不要超过21个字。好，重点是我想要介绍，就是说它里面它也有转换成 Smart Art。好，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它这里面的方式，像例如说，我比较喜欢用的，刚刚不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吗？那我干脆就用这种蜂窝状。好，我之所以用这个蜂窝状，主要是希望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女生当就要移到最上面。好，请问一下，这个买烟，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图示化？未必真的要。一堆的文字在那边，所以你也可以点它，然后改成什么？改成例如说烟，那请问还要不要放中文字啊？就不要了，这样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哦。
你不用放过多的这个资讯在里面，重复资讯，那就不是正确的资讯了，可以了解吗？好，所以假设当你已经有很多项目的时候，记得我的做法是，我就会把它改成什么？改成那个就是我只放最重要的2到4个字，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些字改成，例如说图片这样子的小技巧，让各位在操作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表达我想要说的内容。但是请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缴纳法是不好的呈现方式，你要记住，就是缴纳这两个字要在一起的，好，法跟经要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用 shift 加 enter 就可以变一下了。那这个是什么不可以用的地方？好，所以这边有什么使用限制？不能使用范围，所以在这个地方来去呈现。好，不能使用范围在这里。那我会觉得这个字要稍微就大一点。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请问一下哦，我们没有苏院长转身指向墙壁上的这张图片，对不对？对吧？你就只好自己拍，然后请你同事帮你拍完，这样了解哦，然后再做去背，可以了解吗？就是假设我的简报是要做这件事情，请问每一张都要请苏院长的那个预兆吗？不可能，有些你是可以自己来去做的，绝对，或者是你这样说好了，或者是你这样，你就去找一个网络上的图片，但是不太适合，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三倍券。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这张图片是可以换的哦。你就自己找一个就是地方来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去背，没问题哦，去背就用刚我教的那一招。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你看哦，在这个地方我就先把它删掉了，因为等于就是说我的简报就不需要放那么多的字了。好了，再来，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你看哦，如何领取这个振兴三倍券？振兴三倍券其实我们分成两种，振兴三倍券有哪些方式，对不对？哪些方式？这一边是不是有纸本三倍券跟数位三倍券？所以我们要分开，怎么分开？好，这张投影片我们一样来去找这里面，比如说这一张来去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要去改成这个是数位三倍券，纸本三倍券，复制贴到这边贴上，那这个是什么？右边就是数位三倍券。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我觉得三倍券是重复的字，所以应该是说三倍券。好，三倍券我们分成纸本还有数位。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字是不是就可以去放大了？然后接下来你这边就比较适合放的是什么？放的是我们刚刚插入的图片，那个下载下来三倍券就放在这边，让别人知道哦，这就是
纸本的三倍券的说明。那右边要放什么呢？右边就要放那个，例如说信用卡那个数位三倍券，因为它也可以到官网来去申请。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画过了？还有这边行动支付电子票券什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只好这边数位三倍券复制贴到这个地方贴上。好，那现在问题来啦，这边是不是又是文字？文字你又可以再去找一个项目来去放，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振兴三倍券有哪些方式，对不对？好，所以复制，这是标题，所以我就直接放来这个地方呈现，然后把这个字放大。这就可以删掉。好，记住哦，这个也可以用转换成 smart， 所以转换成 smart， 我们就做这一种好了。好，稍微放大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哦，我们的那个数位三倍券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方式来去呈现？好，三倍券。好了，请问一下哦，这里面资讯是不是就很轻松的？我只是要给你感觉了，你只是在做复制贴上而已，改字型大小，可以吗？然后至少在这个地方这一张我就可以 delete 掉，因为我已经把该画的重点我都呈现出来了。所以记住程序是什么？第一个找重点，你与其让主管旁边盯着你做，还不如说主管麻烦你先帮我找出来，你要画哪几张投影片，对不对？好。你这时候请问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问他说，老板请问你可以报告的时间，对吧？假设你只有报告五分钟，结果你做了50张投影片，你何必浪费制作时间，对不对？好，我就5分钟，这件事情重不重要？重要吧。好，5分钟哦，5分钟你觉得做几张投影片？最多5张，了不起好6张，好不好？7张，我所谓的那个重要的投影片哦，你不要把谢谢观赏也当作一张，有听懂哦？那个是本来你就应该准备好的，用我这一招，我只是把它什么，把它就是置入进来而已，可以哦？那第一张标题，假设你也算好了。6张，所以有听懂，6张到7张，你不用奢望你的听演讲的人可以知道我要做好，就是我要介绍很多很多张，一张投影片一个重点，所以你要做大概5张到6张，所以你要跟你的老板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圈出5个重点，对吧？有听懂吗？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想办法去画5张，那一张投影片你约花1分钟到2分钟用复制贴上改字型大小，请问一下你觉得有没有可能10分钟内完成这一份简报？如果没有可能我们就要继续上课，如果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先这样暂时下课休息一下。好，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下课休息10分钟。
正就是一堆的资料，一堆的资料。在更久更早之前，我们可能只有拿到多少笔，可能两三百笔。现在我可以拿到，例如说从民国103年开始，一直到可能是2020年3月的所就是这么多年来所得税缴纳的一个税收资料。好，那拿到这些资料之后呢，我就会希望说，我们要来学会一件事情，学会什么事情？学会视觉化，真的，视觉化越来越重要了。怎么讲呢？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想要去看一下说，哦，这个有正成长的这几个县行政区在哪里，然后它的一个成长的趋势，这就是视觉化，可以吗？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大数据分析，也是在谈视觉化。那今天跟我们的这个主题，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叫做什么？叫做简报视觉化，一样的概念。可是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都是用很多的文字，你看现在简简单单的，我们已经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之后，这份简报是不是火起来了？好像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就是你再怎么花时间来去做，你可能还不如说我们用别人的模板，然后复制贴上。毕竟位置很奇怪，很神奇，就是你回家你把沙发稍微换位置，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所以当你有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像我们家那个皇后，因为我这样我才能够提升我自己啊，就是我就。他心情不好，就是他就常常在那边搬那个沙发的位置。我说你在做什么？好，真的，也许这是一个抒发方式，顺便拖地。好，那我就跟他我就觉得说这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些还自己觉得还蛮满意的简报，这也是蛮不错的。好了，可是我现在我要强调讲一下，有人在放简报的时候，因为那个法令规章他又想要留着法令规章，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会用到比较特殊一点的一个项目，就是说既要有标题又要有次标题。好，像我就觉得说这个身心障碍者，好，中低收入，还有弱势儿童以及弱势家庭，然后低收入户，我觉得这些可以把它视为是什么标题。可是因为它后面放的这是一个详细的法律条文，每一个字都必须要放，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简报的内容。可是不巧的是，这边是不是只有六个？所以这边他就算1234567，多了两个怎么办？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稍微做一下给你们看，就是说假设我想要用那一种有标题有子标题，可是它只有六个项目，我如何把它变成八个项目？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常用底下新增投影片重复使用，我刚这一个叫做简洁大方简报模板，好，简洁大方，所以在一叠，所以您不要小看现在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可以快速的把资讯传递给你的主管，也就是讲重点，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够不断的提升。
去哪里？啊，算了，我看一下字，这简洁大方简报模板第十页，第十页。那显然不是这个。第十页，好，当我今天放进来的时候呢，我这边不管怎么样，我有几个？六个，那我是不是要换成八个？我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先把一边先画好，这个圆圈圈。显然这个圆圈圈，圆圈圈，这个圆圈圈要稍微上去一点，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只要先把一边完成就可以了，把这个圆圈圈稍微往上移动。那当然相对的，复制贴上，这个对称的位置要有一个。然后这就可以往上移动，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四个了？有四个之后呢，这左边的这个三个我先把它 delete 掉，好，然后接下来把这四个复制起来，复制。然后贴上，重点是我要让它转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边是不是去做水平翻转？对不起，我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先群组，然后接下来再去做水平翻转。可以吗？我重点是要右边那四个，左边这四个，而且都要对齐，都要对齐。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直接把这里面的这个圆圈圈删掉了。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哦。好，然后接下来当然这线条就要从这个位置拖移到这个位置，这多余的线条就可以删掉了。我只是告诉你，如果是六项变成八项，你这样是不是就多了两个项目？然后接下来剩下就是复制了。好，像例如说这个您有身心障碍，然后直接贴到这里面。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复制贴上，好了，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后面的动作改变字形的大小，这应该就不是很困难，所以你们就自己去做了。最后这一个，一二三，第四个。好了，那重点是这个 A 要换成什么？身心障碍。重点是要把这个改成身心障碍。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因为这个身心障碍才会变成是重点，而且如果说你要报警报警，你不要去报这样子的资，不要报这样子资料。好，例如说我再多做第二个是什么？中低收入，中低收入，因为这边有中低收入。其实也是在训练讲那个讲那个重点。好，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重点是这些字稍微放大呈现。可以哦，像这个是什么？弱势儿童复制贴上，缩小，然后弱势家庭，那你在报告的时候只要念到就是黄色的这个文字，这里面的字形全部都要标楷体，我想这应该各位是可以掌握的。好，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标题是什么？就是政府提供1000元的对象，符合领取振兴上面弱势民众资格。弱势民众资格，然后把它设成白色。好了，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这边我就不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不是一长很多很多的字，最重要的重点它就是在讲说，那哪些人他是弱势民众？那弱势民众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身心障碍，有中低收入，还有弱势的儿童、弱势的家庭之类的，这样可以了解。这是我们在讲，在形容，就是说这些有问题的一个对象，不是有问题，就是政府要出这1000块的一个对象。好，这就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了。那左边我就不把它一一做出来，因为这张图里面是在告诉你们说，假设原本是6项，如何把它变成8项。好，那我想大致上介绍到这边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剩下就是看你要不要把它做得更加的一个，就是说标准化。所以我们大致上了解了如何去做那个简报视觉化，先找重点，然后接下来去透过复制贴上，然后把字型大小稍微调整。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种的应用必须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他今天他有图片、图表、表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重点。因为你在实际上的应用里面，虽然我知道项目文字很多，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用到有这个图片。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顺便刚好去换版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版型我觉得很棒，就是它有大量的图片。所以给各位观看一下，它是绿能简报。好，绿能简报这个范本里面它用了非常多的这些图片。你看这种图。好，当然它背景也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种图片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好，那我们就挑一个，你看这边很特殊的，他把那个项目符号，他也做成像一棵树这样一项一项，这也蛮好玩的啊，呈现起来感觉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好，那你也可以去使用看像这里面的一个图的一个描述。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来观看一下。我觉得还有这一个简报里面这个简洁大方，不是这个简报里面，因为它是商务型的，虽然这里面它也有一些就是这些什么资金使用计划占比例，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其实也可以去套用。好，像例如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视觉化好了这一个圆形图还有直条图，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讲这样子的内容，然后稍微告诉你要怎么去设定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假设我现在在这一张后面，我要插入这个重复使用投影片，好，我们来去把它叫出来，透过浏览档案，然后去找使用商务简报这一张。可是这个投影片的内容，记得要打勾，因为等一下我就要讲样板的一致性。好，打勾。然后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投影片，这样子一个投影片，应该不是我们 Word 文件里面呈现的内容。好，我现在要给各位观看一下我的投影片，我的 Word 文件里面也有所谓的一个表。那很多很多我经常看到大家画画这个表还有图的方式，我缩小一点，图在哪里？像这边有一张图片，那很多人用这张图片的方法，他会怎么做？像例如说，他可能就直接复制它，然后贴过去了。但是我是要告诉各位，像这边是不是票券 10%， 然后银行 60%， 证券 30%， 它最正确的做法，它应该是有一个对应的 Excel 档案，然后我们透过 Excel 档案修改我们 Word 文件，要跟着修改。那Excel 文件那个文件修改，这边简报文件要跟着修改，因为通常表格图可能是别人做的，你要保留原始的格式。好，那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格式，所以我就只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跟各位分享这个内容是可以编辑的。怎么编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因为不会做，所以就直接跟主管讲说啊，那不能动啦，那个就是长这个样子。真的，它是可以编辑的，滑鼠右键点它，编辑资料，编辑资料。因为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要去讲手机、电视、电脑、报纸，而且我们只有三项，哪三项？所以这边四项变三项，我们是不是只有什么票券、银行、证券？所以这个地方是票券，银行、证券，然后这个不是人数比例，这是百分比，例如说 0.1 0.6 0.3，然后接下来把这个人数比例呢，好，改成例如说比例，好了，接下来因为我做完了嘛，这个是10 60 30，好，我这边这个资料编辑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关掉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简报，是不是就调整变成票券、银行、证券，这是可以编辑的，编辑成我们符合我们的资料内容。好，那当然你三项可不可以，四项、五项当然可以，我就不一一介绍，因为这一样的做法编辑，所以我再换一个这个直条图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里面 Word 应该也有这个直条图，好，这个直条图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一下。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来源资料感，例如说 Excel 的资料感，我的目的资料要跟着改，也就是说假设是 Excel 的档案做好的这个统计图表，他那边修改我的简报内容就要跟着改，他就用了一个技巧，就是选择性贴上。那现在我们来讲，我要画出来是这样子一张图，例如说这边是南区，假设南区是1000，然后中央2000，然后东区那个3000，然后西区4000。好，我的意思是说要配合这个地方，配合这个地方，所以滑鼠右键这个内容哦，滑鼠右键，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编辑资料，然后我们这里有什么？按照刚刚 Word 这边的顺序是南、中央、东、西。好，随着这个地方，这是南、中央、东、西，好，例如说1000 2000 3000 4000，好，然后接下来你去看一下哦，这个内容我就可以缩小。好，我只是要去呈现这样子的内容来去做说明。好，那所以1 2 3 4，所以这边应该是10亿。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改，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的资料，假设你的资料哦，你只能真的看到，因为很多人他都是把统计图表复制，那张图复制然后贴到 Word 里面去，但真正正确的做法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一定是要 Excel 那边的资料要是变动，好， Word 这边要跟着变动，所以请参考我的另外一个课程，就是 Office 正确整合应用的方法。好，例如说 Excel 跟 Word 的结合，要交计划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 Excel 如何跟 PowerPoint 的结合，这边就一定要学习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做到，就是说那个别人资料改的时候，我们的资料会跟着直接改。好，请你们记住一件事，要记住这件事，因为真的这些图表都不是我们
就是可能人事的工作，可是就是真的有专人在做这个统计图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我们有了这样子，就是说从这么多的项目，我们也应该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所谓的一个一致性的设定。因为我们刚刚从很多地方拿过来了，就是说一个简报档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取了像这一个第一张投影片的背景是白色，第二张白色，这一张其实是可以删掉的。这一张其实是可以删掉，因为大概我们几乎都做完了。好，然后接下来这边它是有这个背景你有看到哦。那这个背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我要背景一致性啊，你不要第一张是白色，然后第二张也是白色，然后第三张背景是什么颜色。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先把这个背景储存起来。好，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我要整份简报同样的背景，这时候我们先把背景储存，例如说我就是要那个背景是高楼大厦，所以我先储存背景。然后接下来例如说这个叫做大楼背景一，大楼背景一，好，点选储存。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这边是不是很多张，那你就会说那我就直接把这个背景调整。好，调整背景建议不要在这边调整，我们应该要回归到母片来去做这件事，检视投影片母片。这边有，因为我们刚刚用了很多套不同的简报，好，所以我每一个简报我都保留那个样式，才会导致成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只有第三套有使用刚刚那个背景，所以我必须要把每一套都使用相同背景，所以点选第一张，然后背景样式，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背景格式，用图片或者是材质填满，所以点选这个图片，然后图片我们就选刚刚图片里面存好的那个背景，在这边大楼背景一插入。好，你有没有发现这整套的背景都设好了，接下来还有它一样图片，然后档案，接下来背景大楼，还有第四套图片，然后用档案，然后接下来选择我的大楼背景插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所有母片的背景我都修改好？记住哦，假设你今天用了四个不同档案，而且我每一个档案的背景我都留着，我每一套的格式我都留着，这个时候你就有四套了。好，所以你都要分别去把背景换掉，换是换什么？母片。所以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第一张，好，我先把背景格式关掉了，方便大家去看。你看第一张是不是有这个高楼大厦的背景，然后每一个背景所在的位置啊全部都一样，都一样，可以了解哦。好，因为我等于是说透过某一个档案里面我觉得比较好的背景，然后来去使用它，这样有没有问题？再来请问一下，你觉不觉得这里面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字型都应该是标楷体，可是当你今天你来自于很多不同单位的简报整合在一起，字型是不会统一的。所以最简单统一的方式，我们可以从第一张选到最后一张，
然后呢，常用底下这边字型，你有没有发现根本就不让我们选？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他就不让我们选这件事了。好，这边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你看，我们第一章它就不是，这边就不是标准的标楷体嘛。好，怎么改？哦，这是图片，图片不能改哦。图片最多就是改颜色，例如说色彩里面我想要把它变成黑色，可以吗？别种颜色，我喜欢黑色，可以哦，我喜欢黑色，黑色的那个文字啊，随便你。好，记住它是图片，它不能这样的。好，那真的，如果我要把所有的文字我全部都要改成标楷体，那不是在这个地方怎么选这些，然后去改字型，这边根本就不让我改啊。好，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呢？一样回到检视投影片影片。所以这边我举一个例子，这一张投影片它用的版面配置是这一个。好，所以我现在我要去修改检视投影片母片是这一张。好，例如说我现在我把它改成标楷体，与其改这一张不如改这一张。为什么？这一张是控制其下面的每一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一张哦，叫做母片，这个叫做子片，就是改了这一张，下面的每一张都会修改，意思就是说这一张一做修改，下面每一张都修改。好，所以你看，当我今天我改了这个里面的字型，我先全选它常用，然后把字型改成标楷体，你有没有发现下面这一张也变成标楷体了？本来不是标楷体哦，好，本来是那个细细的叫正黑体。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投影片母片关闭，你看你的标题字这边有没有改？没有改，因为你要记住一个很重要，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用别人设计的样板，它为了美，它为了要做到好看，所以它都不用最标准的这个样板。也就是说，假设当我们今天我开一个新的简报，我开一个新的简报，检视里面投影片母片，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预设的文字，标题文字、子标题文字放置的位置好像都太制式化了。我为什么不想要微软公司的样板？就是因为它太制式化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介绍了很多项目的那个简报的做法，它都不可能就是说分成左边这一段的文字，右边这一段的文字，它都在不同的位置，对不对？所以相对的，我们这一些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简报的样式，给各位观看一下。好，你有没有发现，你这边不可能把它设为是标题字，因为那个位置不对。所以像这一页有些投影片它不会去直接做修改，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标题字。那刚刚检视投影片母片这个地方，我们只有改标题，可是它不是标题，这个正兴三倍券不是标题，我只是要特别提醒你这件事。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样板，它真的是把它设为是标题，你看像这个还记得吗？我是用文字艺术师做出来的，它不是标题，所以它没有改成什么标楷体，这我们都必须要手动
手动去把它设成标楷体，还有像这个振兴三倍券，我们要就是选到这些内容，然后把它变成标楷体，因为它不是标题，还有像啊，你看像这个就改成是标题了，这个它是不是就这样标准的那个标楷体？我们来去看一下滑鼠右键重设投影片，为什么重设投影片之后它变成什么？变成这种，那是因为检视底下的投影片母片。我们现在是不是用这一张？它里面的字型是不是标楷？是不是新细明体？所以如果我希望全部就是使用标准的这个母片样式，全部都是标楷体，那你就只要设这一张，选到这里面所有的字，然后把字型改掉，改成标楷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投影片母片关掉了。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一张就变成是标楷体了？标楷体。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跟你讲，我希望所有的标题字都是蓝色，请问我要不要一个一个去修改？例如说我改了它，把颜色，例如说改成蓝色，然后这个改成，例如说这个蓝色，我刻意用成不同颜色，有没有可能会犯这样子的错误？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是更深一点蓝色，你看这几个标题的颜色是不是都不一样，对不对？请问可不可以发生这种事？不行，我们要一致性。为了要达到一致性，要怎么做？好，滑鼠右键，就是你可能拿到别人的文件，你建议第一个就是重设投影片。重设哦，重新设投影片。你有没有发现我先把它随便它改成什么颜色无所谓。好，然后重设投影片。它就恢复成最标准的那种投影片的样式。这样了解了。好，我现在我再统一去设定我的投影片要一种单一的颜色，蓝色。好，这时候去母片设定。检视投影片母片，然后接下来我们不是要设这一张，是要设最上面的这一张，例如说标题字的颜色，然后直接把常用底下的蓝色，我为了让各位看得清楚，蓝这个蓝可能跟黑色很接近，好。我改成这个蓝好了，改成这个蓝。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变成蓝色，这也变成蓝色，这也变成蓝色。只要是标题都变蓝色。这个时候投影片母片关闭。可以吗？你看这边投影片颜色换了，这边投影片颜色换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就算你要把它换那个标题的色彩，都要用最标准，就是最黑的那最深的那个蓝色，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检视投影片母片，然后请把这个的颜色常用底下设成最标准的颜色。好，就是对不起。建议各位回到那个最标准的颜色里面，你会比较容易找到那个正规我们要的那个颜色。好，确定。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投影片母片关闭。好，这是
这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就是说那个样式统一，例如说看你要不要把所有的标题全部都变成是所谓的蓝色，好，或者是加粗体。那你不能只动一个，你要动就是全部，也就是说检视里面投影片母片第二份这个也要常用底下改成那个对不起，已经改成标楷体了，所以颜色要用这一种。然后接下来这一页你有没有看到，它不是那个繁体中文，所以校阅简转翻，然后请把颜色改成蓝色，然后最后一个，像这个字型也不对，字型要改成标楷体，然后颜色是蓝色。好，这样就全部都做完了，记得字型。那做完之后，投影片母片关闭。好，所以这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就是说当我们来去看拿到别人的简报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一致性全部都修改为标题是同样一种颜色，那子标题看你要不要再换成例如说也是深蓝色。好，这就自己见仁见智的一个设定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再逐一的来去询问你重要的资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是重点。例如说这张投影片它的重点是什么？谁可以使用振兴三倍券？对不对？好，所以你去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什么数字，就只有三倍券嘛。可是你应该知道最重要的重点应该是这个谁，可以吗？接下来主管这时候他已经圈起来了谁。好，那这边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所以接下来你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挑一个比较适合的。看是刚刚那个蜂窝状也可以，还有就是说那个八个项目的都可以。好，这一张谁可以使用振兴三倍券会做了。然后接下来民众可以同时领取电子与纸本振兴三倍券吗？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民众可以同时领用电子与纸本振兴三倍券吗？有看到这一句话吗？好，所以请问一下，你看到这个的重点是谁？麻烦请告诉我，整个你这样看完之后，你觉得重点是什么？民众可以同时领取电子与纸本振兴三倍券吗？好，它下面就写了什么振兴三倍券采3+1方式，包含数位的什么行动支付、电子票券、信用卡这三种，以及什么纸本这一种，所以3+1方便民众选择，每人只有一次权利。然后振兴三倍券平台会统一控管电子与纸本领券记录，不会发生有两边都请领的状况。好了，我们通常，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读从头到尾看完这个文字，但是你到底记住什么，或者是重点在哪里？有听懂我的问题吗？好，所以我们快速的3秒抓重点。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先看数字？数字有3+1，对不对？数字有什么三倍券的3+1，还有什么一次，每人只有一次权利，还有什么三倍券，还有什么不会发生有两边都请领状况的二，
对吧？有听懂，有听懂吗？所以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是只有一次权利？听得懂吗？那个一跟二其实在讲一件事，对不对？就一次，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真的，当你今天你要去看重点的时候，很多字它只是让你产生另外一种困扰，除非哦，很不幸的，你看到你的主管没有描述重点。假设了，假设这样子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因为那个 Word 文件它写得好不好？那个就是 Word 的问题喽。好，否则的话，我觉得你要学会3到5秒就直接抓出重点，重点是不是只有一次？好，好，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就用这一张。最小化。我就会用这一张，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那个纸本，然后什么信用卡，对不对？有第三种方式，第四种方式，有4种方式，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只有一个打勾，三个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然后这边就是放那个3倍券。理解我的意思吗？这我就不想做了。你们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第12页，所以这一张都是字，所以我就会放第十二页，第十二页，不是这一份。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一张投影片，这一张投影片，你看这边是不是三个勾？错了，现在我要三个叉，一个勾。好，假如说这个是叉，复制贴上。贴到这地方，然后再贴上。好了，然后这边放什么？这边放行动支付。贴上，然后这个放电子票证，这个是信用卡，这个是现金，对不起，这个叫纸本，纸本。好了，然后把这些字稍微都放大，放大，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什么？标楷体。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个图片我是不是就要换掉了？快速点两下，然后图片的填满，我就要换，从档案，从我的3倍券，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哦，就是说，民众可以同时领取3倍券吗？
可以吗？这只是我觉得说你们做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了。好，做应该没有很大问题。好，到时候再把它换大一点，然后变成标题。好，那接下来我要再继续询问，因为真的做简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我觉得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挑一个那个样板里面的一个档一张投影片的类型而已，我觉得这是你的重点，可以了解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哦。这一张，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第一，找重点。假设你的主管没有画给你，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不发？我教你们的方式是怎么做？只看数字，对不对？好，数字里面是不是有什么1000、三，还有2000、2000、3000、3000，对不对？三千是不是出现很多次？三千出现2次，2000出现2次，1000出现1次，所以因为三千又比2000大，所以三千比较重要。好，可以吗？可是这里面真正的重点不是数字，这里面真正的重点不是数字。真正重点是中文字，因为它出现3次，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比谁出现次数多？我是说真的啦，真，我到40岁，我放弃巨匠给我的百万年薪，我跑去学，我觉得我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就像例如说，我期待希望我把我的医学智慧做好。到时候我可以结合，我到处去跟，比如说主计单位去教大数据分析，我就直接教主计智慧。例如说好了，癌症发生比较多的这些民众会不会缴纳所得税也比较多？有听懂吗？就是癌症它跟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会不会是压力太大？好了，在这边真正重点是什么？小恩小惠，要讲那么小声吗？人事都是这么小声吗？好，真的是消费效益，有听懂哦？对，我知道数字很重要，可是重复一直出现的中文字，你觉得重不重要？好，我真的要告诉你，这个消费效益。消费效果、消费效益，这个消费效益是不是消费效果？是，真的在讲同一件事。你看嘛，同样的中文字都出现3次了，你难道不觉得它很重要吗？同意吗？同意哦，真的，我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如此，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这样子告诉我，后来我当然就是，我觉得奇怪，他没有跟我讲什么，我就什么，我就直接去做做看，诶，我看论文的方式改变了，我都在快速扫描，全部都是英文字里面，那我当然就是要去看数字，还有。什么字一直重复出现？例如说，这个癌症一直出现什么？一直出现，例如说那个乳癌，对不对？那就代表说这篇论文里面乳癌，然后什么基因一直出现，那就代表那个基因真的很重要嘛。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去了解细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真正困难点的事情，你就交给你的老板。他一定很乐意告诉你，他绝对不会有什么维持。为什么？
他只是在告诉你说，请你把这张投影片消费效益这个重点画出来，做出来，做成简报，同意吗？好了，接下来这是我最后一张要告诉你的投影片哦，剩下你就直接回去自己好好玩。所谓好好玩，我的课程就是要教你应用，就是真的是可以实际动手做做看。好，所以像讲义啊，像讲义都会给我们那个承办的人员。好，那你们要这些范例的话，那我就会再提供给他。但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来去下载，你就会知道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开放的。最好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哦，样板花点小钱，请专业人士做出符合我们行政院的形象，可以了解吗？这个不用花很多钱，现在那个美工这种专业人才很廉价，真的很廉价，很可怜，所以多给他们一点点钱来去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到时候就套用，就限制了，限制，哎，我们做出来那个形象，行政院的简报就会有那种一致性，这样理解。因为第一天的那个学员，他叫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讲，他说有长官在，有可以决定出钱的长官。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做出那个行政院的形象很重要，让别人一看，哦，这就是我们行政院做的，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好，我现在呢，消费效益。好，他说直接发现金只有2000元，消费效益就是2000元。其实讲这句话很多人都听不懂。好，三倍券至少有3000元的消费效益，所以我就是要去画这个消费效益。那你看一下消费效益，我想用这一张来画，这一张。好，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删掉，这个消费效益。哎，各位，你们知道消费效益，就是我们以1000块来去看，1000块乘以台湾有2300万人口，所以1000乘2300万就是230亿的消费效益，可以了解吗？你要把它乘完之后画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这就是什么？230亿。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不是也是230亿？然后这个字稍微放上去一点，这个字稍微放上去一点。好了，复制贴上，中间要画一条线，中间要画一条线做比较，比较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表格啦，对不对，就是我不是行政院派来去宣传这个振兴三倍券哦，我也无意要去跟什么消费券来去做比较，我只是在教你简报视觉化，可以了解吗？那我们现在这边加一条线，插入这条直线，好，把它设粗一点好了，设粗一点。那这边是什么？这边是
这边是发现金，直接发现金2000元的方式，对不对？放大，放大，放大。然后把这个圈圈缩小，要往正中心缩小 ，Ctrl Shift 按住，然后往内缩小，可以吗？接下来呢，这个右边是不是正新三倍券？所以2301。好，然后把它给放大。好，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哦。这边叫做什么？振兴三倍券。可以吗？然后请你看一下这个标题，我们还是沿用好了。其实应该改成什么？消费效益比一比，听得懂吗？我觉得这个标题，因为真的真正的重点明明就是在讲消费效益。请问一下，振兴三倍券，振兴三倍券重点算是三，对不对？可是真正重点是振兴，对吧？我们很习惯把重点模糊掉，都在讲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好，就是我不晓得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好。我每次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你看到一则新闻嘛？因为现在小孩子大了，他每天就是只好跟我讲话，那我不能不回话，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只要跟我讲资讯，因为他很喜欢跟我讲那个资料，好，因为就是要讲话嘛，互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真的，这里面真正的重点很容易，很多人都把它模糊掉，真正重点是什么？是消费效益，所以这个题目应该叫消费效益比一比，可是其实真的大家都在解释为什么不发现金，那我只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说不定这也是你本来的一个想法。好了，然后我比较喜欢是消费效益比一比，而且还没有画完。这边他说什么？加上业者加码优惠，消费效益会超过3000元的消费效益。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啦，他也不喜欢写受词。例如说我们常口语化几乎很少在把那个主词受词都描述清楚，例如说吃饱了吗？那到底是要问早餐还是中餐还是晚餐，对不对？好，所以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简报可能会要注意这件事，所以这边其实还要再加个230亿，而且是放到外面。可以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厂商振协助振兴，可能有人有用，有人没有用。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会放一个加跑去哪里了？加这个加。然后接下来一样，我把它
我把它做个这个立体化。好，这个230亿代表不同的颜色，所以我把它填满，填成例如说这个颜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人民、民众的有这个。那因为这边背景好像比较深一点，这个环就不明显，所以我把它的填满颜色稍微设深一点。好了，可以理解我现在在讲什么事情吗？我现在在讲说消费效益比一比，这个圈圈有没有比这个圈圈来得小？我只是在讲这件事，可以理解哦。从文字上面，你可能要去思维。第一件事情，你的主管一定会把什么消费效益圈起来。请问一件事情哦，你的主管如果圈了3000。如果圈了3000，对不对？你10分钟之后他就要去做警报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告诉他说消费效益才是重点？要吧？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问你哦，如果你的主管被打枪了，他会回来找做警报的人算账。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就算那个资料是什么主计提供的，因为他没办法去找主计，可是他是报告简报的人，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哦，真的，我们应该回归回来，是大家把重点陈述出来。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做了这件事情的提醒的老板，你的老板会觉得。会更放心，更就是觉得你是得力的助手。还有一件事，你希不希望别人给你的是正确的重点？希望吧。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这样才有可能大家一起成长。所以你自己回去看，这种简报没有重点，应该是说太多重点了。所以都是重点的话，我就主管要怎么报告，从头念到尾，没有别招。可是当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方式，换成这个样子，他一定很会讲，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应该知道重点在哪里啊，对不对？这一章根本我想要把那个题目。了不起，加一句话，就是加在这条线这边的上面，写消费效益比一比，这样可以了解哦。好，所以哦，我最后这一张我就可以删掉了。啊，那当然，你的主管会不会解释为什么振兴三倍券这边有三个？我想会啦。还有这个230亿是谁，他也知道，这样了解哦。其实做简报那个人也会知道，根本就不需要刚刚那一张投影片，因为通常，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报告的，我们学术学界使用的方式。这个文字内容其实可以放在这边，这个文字内容复制贴上，可以放在这边，然后看着备忘稿来念，对吧？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假设他是书院的，我要跟他报告了，请问一下，这样子礼貌吗？我看着简报，然后对他报告。你觉得这种
屁股对着你的主管这种事情，你觉得是礼貌的吗？不可能发生吧。我们学界是大家都坐着，大家都坐着哦，就是例如说这30分钟我要变成博士，我要我的指导教授说你要毕业你就去美国卫福部发表论文，可以了解哦，15分钟全英文这样子我才能毕业，不然我早就可以毕业了，这样听得懂吗？我觉得好难哦，所以我已经连续去2年了，就是去观摩别人怎么样毕业。好，可是你要记住，这是学界。那你今天你跟你的主管报告，你要看着主管，对不对？看着主管，而且你只能报告5分钟。如果5分钟你的主管都背不起来那个内容，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那个报告者5分钟要讲什么，这个一看就可以了解了。这样了解吗？我觉得你要做到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大家分工合作，谁做什么。然后最后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内容其实是要删掉的。好，那个主管呢看到让就是说听简报的人看到这个内容，然后知道说哦，我们到底应该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报告。好了，你看看时间12点，我们也差不多要准备结束今天的课程。然后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简报都是文字，对不对？然后现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简报的内容，有没有成功的去做华丽转身？可以吗？如果你用别人做好简报，那个连动画那些全部都帮你做完了。好，好了，我现在要讲一个结论，其实上节课最后我也跟各位讲了这个结论。成功的就是简报华丽转身之后，接下来我还是要回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你现在你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跟主管报告，要报告多久？假设真的就只有5分钟，而且如果你2分钟就被就是说听简报的人直接叫你 pass 下台，那是不是不好？那5分钟，你这5分钟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简报内容。所以5分钟最多你了不起只能讲2到3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一张投影片，对吧？这是我的观念。你不要在一张投影片里面放很多的资讯，因为你把每一张投影片，像这个就放2个资讯在里面了。好，最多不要放超过2个，最多就是2个，大部分应该都只要放1个。你真的要把就是听简报的那一个人当作是，就是说你这5分钟你只要他记住2到3件事就好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把2到3个重点重复一直讲，所以你只能透过现在这个简报视觉化的方式来去呈现。好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大概理解到，就是说简报视觉化从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拿到长官提供给我们的 Word 文件，然后要请长官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做几分钟的简报，然后他可能告诉我们说5分钟啊，10分钟，你要知道有没有可能开个30分钟，我不晓得，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假设你有这个时间之后，你要决定说，请长官决定
重点，他决定好重点之后，你就要去想，我只有五分钟，我不可能讲一堆的重点。好，那我们就要挑这里面最重要的2到3个重点。然后接下来呢，记得这个了不起2到3个重点，你 double 去做5张到6张的投影片，然后把这些重点讲清楚。那重点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快速去画出这些投影片的内容，那就是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样板，然后去复制贴上，改字型大小，然后把最重要的重点呈现出来，可以理解哦，围绕在这个重点去做这张投影片。做完这张投影片，他也准备完要上台报，我说要报告的那个人他也准备完了，可以了解吗？他就可以10分钟之后来去开会，来去做这个简报内容的陈述。好，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可以把简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来去看待，不是十分钟的压力，而是华丽转身的乐趣。再来就是真正掌握重点，然后把重点传递给别人，可以了解吗？这是一个可以让团队成长很棒的一个工具。好，我想我的课程暂时停在这边，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或者是心得想要交流？都没有。好，我们的讲义我有提供给金先生，那当然如果你要范例，你要范例哦，我那个振兴战备券那个 Word 文件我都可以提供。好，就是我的课程都是可以应用，我只是希望说所谓的应用，就是你要掌握华丽转身我教的一个方法，可是真正的重点哦，你一定要请你的主管来去配合一件事，告诉你重点，可以了解吗？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责任他去背，而且也只有他知道说他到底要讲什么，对不对？好，那祝大家每天都平安快乐，还有快快乐乐的工作，然后好好的使用这些资讯工具，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那我想我今天就暂时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